边是圣别堂的堂主，也是张公法主的同生，堂专为善男信女消灾解难，不过有时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，想打救又爱莫能助。在一次经过道友的介绍，我认识了新加坡溜刃福音馆的蔡法章师傅。蔡师傅是位溜刃传教士，传承于平宫李庙公二脉。我的道友也是蔡师傅的徒弟，在他跟随蔡师傅学习六刃仙法后，个人的运程与神坛都很兴旺，这也激起了我对六刃仙法的兴趣，决定拜蔡师傅为师，学习六刃仙法。在师傅的耐心和细心的教导下，使我渐渐学掌握到六刃伏法的奥妙，也提高了我解决信徒的问题的能力。在此我要感恩给蔡师傅。